闻大爆卦，有一个机会可以给你一个隔空拥抱。全球现场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过世之后，她的子女都遵循了传统为女王来守夜。更多的消息，我们请甄荣带大家了解。好，大家早安，全球现场时间，我们先带你来关注的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辞世之后呢，她现在灵柩已经在周一运抵到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的圣吉尔斯大教堂，供苏格兰的民众来瞻仰，而其中包括了女王的四名子女，还有现任的这个新王查尔斯三世，还有安妮公主跟安德鲁王子，还有爱德华王子，现在都是遵循传统为女王守夜十分钟。安妮公主她也成为王室当中第一位为已逝皇室成员守夜的女性。而这一场为时十分钟的仪式也被称作是王子守夜，是由王室的成员为已逝的家人来守夜。王子守夜的仪式至今是举办过三次，分别是在乔治五世、还有伊丽莎白王太后跟这一次伊丽莎白女王的国葬当中。好，女王呢，她的国葬19号会在西敏斯的大教堂来举行，那么女王的灵柩也停在爱丁堡这边停灵24个小时，供苏格兰的民众瞻仰，之后会透过英国的皇家空军移灵到伦敦这边。而其实呢，在爱丁堡这边，其实早早就有许多民众特地到场表示哀悼。Deeply moving, solemn, emotional. Yeah, was very special moment. We've been on the go since 4 o'clock this morning.And we started queuing about 8 o'clock down at the meadows to get these wristbands to get in. But it's been worth it. It's been worth it. It's a memory we'll never forget. Everyone kept going because we'd queued for a long time. But when you just actually saw the coffin with the flag and the crown on top and the round of flowers, and it just made you realise just how special she was to everybody. And...There was like an aura about the whole thing, and it was just incredible, just absolutely incredible.伊丽莎白女王辞世之后呢，她继任的新王就是查尔斯三世，10号的时候签署了即位宣言，但就被捕捉到了这一个画面，就说呢，当时她桌上是有一点点杂物，蛮多的，显示非常的烦躁，还示意工作人员赶快把桌面上的这些东西给清光，不耐烦的表情全部都被拍了下来。这一段影片现在也在网络上头疯传，网友就嘲讽说，怎么国王才第一天上班就感觉好像已经受够了。好，查尔斯三世呢，当时是不断示意工作人员要把桌上的墨水瓶还有收纳盒给收走，他似乎是觉得签署文件的时候被干扰了，甚至还露出这种有一点点咬牙切齿的不耐烦表情哦。现在呢，外媒就报道说，这其实桌上这个东西是两位王子哈利跟威廉送给他的，特地为父亲所准备的礼物。网友们看到影片之后，就纷纷表示说，其实国王干嘛这么麻烦呢？用起笔签名就好了，不需要这些瓶瓶罐罐的墨水。也注意到他后方的这个王后卡蜜拉，还有威廉王子，看起来表情有一些些的尴尬。而现在女王的离世呢，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外媒就报道了大英国协存续可能备受考验。查尔斯三世呢，13号他也跟王后卡蜜拉首度是到苏格兰的国会发表演说，并且接见苏格兰的民主党的党魁，也就是首席大臣史特金。好，查尔斯三世呢，当时他是特地身穿着是苏格兰的传统服饰短裙访问苏格兰的国会。苏格兰是在2014年的时候举行过是否从联合国王里头来独立的公投，并且这样的声浪在英国决定脱欧之后，还主张说要再次公投是否要独立。其实回顾苏格兰的政局，虽然说现在跟伦敦当局的政治上头是渐行渐远，但是他们还是相当的重视君主制的。但现在女王的辞世可能也带给联合国王一个震荡，那么大英国协的存续可能也受到了一些些的考验。因为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显示说，继位的查尔斯三世呢，他的声望跟他的母亲伊丽莎白二世来比是远远不及的，更是惨输儿子威廉王子的受欢迎程度。56个国家组成的这个大英国协现在开始出现了脱英的声浪，为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安地卡及巴布达、
三年内就将公投决定是否要取消君主制，而在牙买加这边则是有高达56%的民众赞成不再保留英国君主为国家名义的元首。英国民众热情欢呼，抢着与新国王握手交谈。现年73岁的查尔斯三世，王冠等了一辈子，然而他的声量却远远落后女王母亲跟儿子。6% of those surveyed approved of the job the Queen was doing at the time. 81% felt the same about Prince William, but just 65% were happy with.How Prince then Prince Charles? 民调甚至输给自己的儿子威廉王子。然而，不仅英国国内不看好查尔斯国王，属于大英国协的加勒比海国家也开始传出反弹声浪。安迪卡及巴布达总理表示，三年内将公投决定是否取消君主制。And based on the hesitancy within the Caribbean, which seems to be a little more acute than other places in the world. 同样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牙买加和贝里斯皆表态认为是时候脱离英国，成为共和国。今年八月更有民调显示，有高达56%的牙买加人赞成不再保留英国君主为国家名义元首。You know, done with the monarchy, whatever. We don't need kings and queens anymore.礼炮响起，挚爱逝世女王纽澳两国正式宣布查尔斯国王成为国家元首。然而，查尔斯喜不暇暖，澳洲共和派政治人物就主张是时候与英国王室脱离关系。God save the king.呼应声浪层出不穷，一直以来与英格兰同床异梦的苏格兰和北爱同样蓄势待发，犹如骨牌效应接连而来。查尔斯国王将力挽狂澜，避免真的成为传闻中的过渡君王。记者蔡清晨报道。